先慢慢请派出所来，后壁这位头前来，无人安人人家安尼啦，让我节省一些力量，拜托，坐到前面来。哦，迄空位遮尼济吼，卖坐甲哩哩浪浪啦。因为我甲各位报告吼，咱迄是无要紧啦，坐伫边缘，但卖安哩哩浪浪，一只都要上座要坐两个。因为咱这是拢是现场拢实况转播，美国都会在看，全世界都会看。恁是像昨天吼，昨天我们在网络上面吼，有四十万人来看咱的台湾民政委官网，来这位头前来较紧嘞。哎，坐到前面来，请大家合作一下。来，啊，头前才有位啦，这坐较好啦，这看我看较清楚呢。坐到前面来，坐到前面来，请坐到前面来，后壁来，这位头前来。啊，这嘛一位，这上届头前有位啊，拄啊伫我的正头前啊，安尼我调子你看会到啦，来，这位再来。坐这里，坐这里，不要不好意思啦，你们是要来求学问的呢，请坐到前面，坐到前面，好、哦，来来来，那个帅哥，请坐这里，嗯，你还买两本，你买两本哦，哦，哦，姐姐，来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即马呢，对这个咱的初级班哈，我再讲一摆，咱的这个台湾民政府，你要当台湾民政府的执政以后的官员，诶，迄个程序，哦，你要请你听好清楚。第一，你要上初级班，初级班上煞，你要上高级班，高级班上煞，过一两个月，有一个法理点招，法理点招。诶，用意在哪里？就是说你确定，因为有的人年纪很大，一上刷，伊讲啊，我做安尼就好啊，啊，就无要紧。好，你上刷以后呢，我们那个年纪较大，我们有老年年金，专单位老年年金，我们会从800块到1200块。你有受过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训练呢？当然，你可以领的最高额美金1200块一个月。我在执政以后啊，先跟你讲啊，执政以后啊，所以呢，你有的年纪很大，阿姨讲啊，我都不爱做官，无要紧。啊，你若要做官，有心要替咱台湾的后代服务的，你就爱来参加咱的法理典招。你像咱长的法理典招，奇怪呢哦，咱这两级的迄个啊，做高级班吼，啊，都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，他们的法理典招，哎，昨天的法理典招啊。竟然300多位来，啊、我想奇怪，安奈无代无志吼，啊几百几个，原来吼、哦、就是以前点招啊无转来，啊伫昨天呐拢倒转来，啊想来倒转来，我讲哦，我昨上课我都比较不客气敢讲，我讲恁拢吼投机分子，你知影讲已经要接政权啊，才较紧来受训，今日呢有迄个黑熊点招。今日黑熊点招嘛有足济，因为他都我都已经看到吼。本来黑熊有迄个上课，迄个黑熊的人吼，阿无转来点招吼。哎、欸，即摆佫转来一点招啊，表示啥？台湾人吼头脑拢足好诶，很敏感，看会出来。美军已经入来啊，过过时间不会很久，因为当时是要求咱训练4000名，咱若到像昨天为止，安尼多差不多3100名。训练完成，而且嘛欠高百个，在座哈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呢？你上这个山，你免必上高级班，都要等2个礼拜以后有高级班。我们当然会通知你啦，但是你都要留个电话号码哦，爱足清楚的。咱前训练到即嘛吼，差不多6000个人，但有差不多30-40个人哦，迄个名哦，互你看袂出讲啥啥。很糟糕呢，吼、哦！你若真正不要写汉文吼，啊，无你写英文嘛，无要紧。啊，过来，电话号码吼，改变的才有1/10改变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改变电话号码，可能即摆少年啊吼，都这个号码呐看不改啊，啊，明仔就甲换掉。安尼呢，我都无得甲你联络啊。
但是不要紧，你即马初级班，咱有一个啊，做台湾民政府官网的密码，互你六块哈。这个密码互你，就是讲你可以在台湾民政府，我们帮你注册，因为给你注册啊，你可以在上面发问问题。啊，你伫电管买单看到所有台湾民政府所进行的事情，我们都现场实况转播，啊，你们可以来看，好不好？啊，过来呢。这个叫做法律典章以后呢，有一个职务典章。职务典章呢，就是让你建有五种的职务，让你建哈。有滚绣，但是滚绣爱考试，啊，你的运气不错。下个礼拜我们就有郡守考试，7月5号的下午4点有郡守考试，你当来参加。啊，那边钱，而且呢，搁趁食一顿，因为4点考煞，6点，请你食一顿饭，啊，才回去。啊、哦！啊，这不好考，选择题、是非题，你们看选择题、是非题哦。但是咱出来内容那里，这是本来的台湾民政府发的这本来做《新台湾论》。您昨有看迄个影片《一个中国政策》？迄个《一个中国政策》，你甲看了，你有感觉一点真奇怪，就是啥？内底所讲的，拢是咱伫册内底讲的。咱册内当时都这本册啊。很早，咱这本册写的时间是在2009年左右，咱就已经出这本册啊。美国有关的方面，国防部的智库有跟咱联络，就是差不多是用这本啊，不是讲差不多啦，100%拢用这本来伫迄影片的内底。所以外口伊不管伊安怎讲，不懂，什么叫两个中国？没有两个中国，就只一个中国。啊，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是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，中国跟台湾是绝对不一样。所以大家人哦，他较爱清楚。噶即马68年后，和中国人通敌通中国人的教育以外，噶即马真正有真侪人头脑转袂过，很可怜啊！我哪想起来哈？所以真侪外口甲咱骂啥，我一般我都不回应。我也不回应，因为我甲看中到囡仔，幼稚园，你若是伊毋是虽然毋是讲年纪很小啦吼，不然嘛40、50岁、60、70岁啊，但是呢，伊的思想，伊对台湾的地位的思想，伊迄个年龄啊，只有幼稚园，甚至于幼稚园都不如一贯的程度，所以你该受气到哈，无效嘛。我们，我定定伫咱所谓台湾民主会，即个做讲话时，我拢甲伊讲。咱台湾民政府吼，你上届台生拄着讲，人家你问讲，啊，你也去台湾民政府上课，啊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？你要讲得出来。台湾民政府就是伫战争化的内底，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比占领地区的老百姓所组成的政府，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会当甲变名无？袂使的。你讲变做台湾临时共和国 ？No。台湾人民政府 ？No。拢总袂使，干那即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会当赢尔啊！所以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，那接着政权以后会当变作台湾政府啊！即摆呐，有个人哦偷鸡摸狗，伊就马上就去成立一个台湾政府，迄嘛袂使。是安怎？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，哈、哦，经过这个法律的程序，一定要有台湾民政府啊！你要才变成台湾政府。这是一定的程序，你不要都跳过去。所以有的人台湾人哦，头脑真好哈，偷鸡摸狗，佮讲哎，阿都既然哎做台湾政府啊，伊就直接啊创一个台湾政府。啊，像美国迄个国务卿的副国务卿的迄个助理啊，讲一个讲台湾自治，美国支持台湾自治。哦，阿都偷鸡摸狗，出来讲哦，台湾要自治，阿都成称台湾自治政府。各位，迄拢未通啦。因为这套台湾人要建立你自己的国家，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律，啊，一步一步。所以只要台湾人正成功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啊，都要上到这里。因即摆你上的遐是叫做职前训练，议员的职前训练，那已经完成啊。上个礼拜已经完成，大概有600位接受迄个议员的职前训练。啊，但是你讲啊，那拢600个有啊，啊，我有机会无？有。我拢甲你留名额，每一个部分拢留10%到25%，这个部分就变到落尾啊几百人。到4000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打算不要了。你们想讲吼，啊
安尼上课足简单嘞，还足艰苦，你要相信无？恁伫遮咧上嘛会艰苦，会艰苦会举手。啊，老老实实啦，我都足艰苦，恁未艰苦，我都足感觉足艰苦。我呢唔知要安怎才好，啊，都感觉都已经做啊，啊，做一半嘛未使，要甲放落嘛未使，很痛苦呢，真正很痛。我都爱徛伫遮讲话呢，啊，你唔相信，无你来讲话讲看卖啊。卖讲讲话，咱即马伫训练讲师吼，无遐简单呢。不容易呢，爱捌法理，爱搁徛伫遮，你唔相信哦？我是讲吼，找只机会啊！你若有机会的时阵哦，互恁起来点关，一人五分钟就好，滴滴嘟嘟，我无咧骗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认为说徛伫这个所在很简单。第一，你一定爱读册。咱即马底下滴个职前训练哦，你不讲，你敢无去看？大拢做认真的呢。语文爱经过两届考试，三工两届。啊，即马迄个啊做格员。含这个滚绣，要变做滚绣，有一个资格证书。恁即马甲高初级班，我是有一支美国国旗给你。啊，高级班的时阵有一个结业证书。到职前训练完成的时候，经过三次考试，就是第一班是法理考试，第一个、第二个参众议会议事规则甲章程的考试，第三个国会预算的审核跟编制，好难哦，难拢唔办呢。啊，所以莫怪帮外口人甲咱笑，啊！你们素人要接掌政权，你若经过这五个阶段的训练以后，你会讲我不是素人，啊！无你来考试去考看卖啊，唔是遐尼啊简单啊！我们是经过跟美国讨论以后，一步一步想要把它完成。即马开始呢，对在上海的职前训练，无虾米要求，要求一个个人。家己本身的习惯爱甲改变，改变啥？我们要开始懂得不要，要环保的意识要很强。你唔通想讲啊，我有交钱啊，我电话拢甲开无要紧啊，我冷气甲开啊，开24小时，无唔对，你有交钱没有错。你浪费的物件，唔是浪费你的呢，那是浪费全体台湾人的资源呢。你就爱会晓设想，替别人设想，替百姓设想，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原则。所以，我是感觉讲，台湾人从今以后要彻底改变。你若无改变，我是感觉讲，安就免接政权啊，要互烂就烂，反正啊烂惯势啊，安那但是烂惯势以后会安那，台湾会去消灭去。台湾这个整个的民主啊，会无去。咱是真正感谢上苍啊！在2004年的时阵，我去发现战争法，啊感谢李登辉啦。你看，我讲李登辉，我无讲伊总统，因为伊是中华民国总统。对不起，我比迄个早起小看有过敏。李登辉先生吼，伊做过总统，你想嘛吼？李登辉先生做13年的总统，陈水扁做8年，加起来偌久？21年。21年的内底，拢是你台湾人做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总统，你有改变你的地位无？没有，啥也无，行唔对路了，啊、哦，行唔对路。所以，咱爱怎样？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不是像现在外面在画的台湾独立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 No No No， 感情上我们都知道台湾应该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不是这块土地是给我们在住而已，给我们住的土地跟我们的家，这间家是日本天皇的，给我们在住，但是我们这间家我们要好好保守。我们不能说我们这间家在住、现在中国人来要把我们赶出去、他换要来住这里。 No，咱是清楚的，是清楚这点，因为国际上有国际的法律，咱来照国际法来。奥巴马伊嘛爱照国际法呢，所以咱会当个过真好。只是奥巴马坦白讲，伊有完全照这个国际法去行，所以咱掌管一中政策，迄是 CIA 发的。你要看迄制作单位，
足济十几个、二十个美国的有关的单位拢列明在里面，啊，叫三间的大学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会值得很骄傲，就是讲这物件，就是咱发现的，啊，咱讲的，啊，而且佫提出来个告美国，逼伊讲你一定要按照我们这样子去做，因为即马咱的课，迄个高级班以上的课真多，所以初级班呢，外课呢。啊，剩一点钟久尔，吼、哦！迄、那个恁来拜六个早时，啊，甲今日的即个半点钟久，啊，另外佫扣掉我伫发机啊的时间，所以不是很多。啊，但是各位不要紧，因为咱只江苏拢非常优秀，只江苏拢真少年，啊嘛学了真好。我嘛拢要求咱的江苏吼，爱、哦、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读册。哦，恁一旦江苏讲的只刷落去高级班。高级班我的时间较济，啊，一提到职前训练的时候那我的时间就很多。我咧家己，因为恁初步的部分哦，恁爱家己去读。我无多讲一行一行去家己讲，你一定初步你要练好，练好了以后来到这个高级班，这个做高级班还是到这个职前训练的时候，我就会很详细给你知影。啊，但是我刚刚我以前唔捌甲初级班要求讲你要自我。反省自己，但你会记得我讲的几句话。初级班所谈的两个重点：第一，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好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不会变成美国，也不会变成中国的，绝对不会。美国只不过是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我们，来占领我们，安尼尔。因为中国人要统治台湾，所以甲你制造讲，你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啊，中国人是台湾人 ？No， 那是完全错误的引导。咱未使何嘢，即个错误引导去引过去，迄就要消灭咧。中国人你消灭民众哦，足简单嘞。你要看历史上，有真侪少数民族拢去消灭去。国民党要消灭高山的高山族也是一样。啊，所以呢，高山的在日本拄啊结束的时候，有几个人？120万人。现在高沙族村多少？52万人，去一半以上去了。啊，咱虽然是本土台湾人，人真多，但是在全世界来看，2300万、2400万，在美国来看是一点点而已。有你存在跟没有存在都是一样，但是咱我们的存在要有我们存在的价值。咱要靠读册，你要跟人作战，你无法度。你2300万，那死都拢死去啊！啊，何况台湾人才1800万尔呢？啊，1800万要让你死真简单，几粒原子弹你就敲伊啊！所以，我讲结论：台湾人敢若靠法律，会当替咱后代生存；台湾人靠国际的法理，咱会当求生存。你们人认为讲即马安尼？有个人讲：啊，着中华民国都好好啊！啊，你别甲推翻要创啥？各位。我们推翻它是有我们的道理，因为我相信您这帮生活刚过了，刚有真好。您想了这样，本来是22K，听讲最近我降为18K，甚至15K。台湾人愈来生活愈来愈困难，咱台湾人干那啥？干那是水鸡哩啥？青蛙啦，青蛙落地嘞温迄个顶，啊下骹底甲你烧火。豆豆给你烧，啊，温度愈来愈高，你袂感觉，甲你互你感觉的时阵哦，死去啊！这是咱台湾目前的处境，所以真欢喜，各位会当排除万难来接受这个训练，这个是令我感动，同时也令我欣慰，因为各位，你今日回去以后。有时间，那本册一定要看。那本册是真水啦，放在客厅也不会很难看呐。哦，刚刚你贴作些册，但是要实在上实实在在的念。后摆台湾靠这个渐进化的法律来教全世界，我们会因此而得到生存的机会，同时会因为这样，会让我们所有的台湾人的生活品质变得较好。稍等下，我要发这个美国国旗。这是美国政府交代，你上初级班了后，发一面美国国旗给你，迄意义你想就知影。敢那小英吼、
那个也是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，马上一面美国国旗。所有中华民国要选总统的进程，不管国民党什么党，去的时候，伊拢会上伊美国国旗。意义是啥？甲恁提醒，你台湾是我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的一个所在。恁今日读了法律以后的初级班，要上予你旗啊，就是甲你讲，你已经懂了。你已经懂得台湾的地位了，所以以后千万不能够讲台湾要独立，台湾未独立，这个土地是别人的，你没有办法独立。啊，同时你等于出去，你这个旗要甲挂出来，挂出来，要挂迄个美国国旗。你知影这个也做顶一两礼拜吼，美国的直升机已经入来台湾八十架直升机，咱有同心在高雄。伊个厝顶哦，甲插美国的国旗，大片哦，美国国旗插美国国旗。当然，厝顶插美国国旗，伫天顶看就简单了，一看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知影伊讲，伊足欢喜讲，哇，秘书长，迄直升机哦，超工为我的头前甲飞过呢。但是，哎，大华看我，哎呀，你这美国国旗，你星星违规了。我甲违五十几粒，我哈，五十几粒，五十粒零零啦。你唔通乌白甲假啦，迄一粒星是代表啥？一个州啦，伊讲啊，嗨，安尼变啦，我擦掉定定位。但呢，美国国旗送给你，美国干一个要求，你袂使用德国甲挂，因为你台湾人吼、哦、有一句话，德国到啥？哎，你拢知影？袂使都会甲挂美国国旗，伊太袂。来，你看，这是我袂，你厝呐已经有德国 MM 德国迄个叫做时间吼，你唔免。你唔免买，你若无买，你会当买吼？安尼，啊，迄老鹰吼，这只老鹰你看，这只老鹰有历史诶，为罗马时代到今咩？到今嘛？这咱诶动心足巧诶，因为美国诶内政部是上咱殖民纯铜所做的老鹰，啊，甲迄个旗杆金诶。哎，啊，这个无啦，无代志啦，我明日甲你讲。这只老鹰吼，咱第二季学完哦，伊就去改。那个射出用那个塑胶射出一种，这是真轻啊！唔知用什么做，我唔知啦。哈、哦，阿公吼，阿人吼，咱的东西哪必买，爱当买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若无时间，无迄个时间，我甲你拜托，你一定爱买。啊，等于吼挂出来，等于有啥物挂，请你举手。啊，若无去挂，都免我都免送你啊咧。遐大面，你是咩挂车？哦，足大面的呢，哈大面你要挂，要来挂车，挂车出来你怎砍掉？你怎家己免塞车？啊，啊过来，咱的车牌恁还阁无资格好买，歹势，你要受完高级班你才有资格。但是车牌刚好四千面俩，这个四千面就是咱的四千的四千面哈。那你受完高级班以后，你可以买那个车牌，车牌向你的啊做滚绣位，你哪一个郡你敢滚绣位？迄对车牌。我们有答应，第一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十年内任何税金都不用缴，同时呢，可以延续。你塞塞给恁囝，恁囝塞给恁孙。那面机车牌啊，底下是，那是代表讲你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受完训，你是革命先行者，你不是先烈哦，先烈就翘起来吼。我不要叫恁翘起啊！你们做革命先行者，带先行的人。当咱你上国际班的时候我就要叫恁读革命先行者。初级班哦，还没有，歹势。来，即卖要来发旗啊！迄、那个为遮排队吼，啊，伫遐领领，啊遐签字。
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来，咱坐好吼，啊，看我遮。较紧点吼，我不爱耽误咱后节课的上课。咱稍等下呢，稍等下上课以后，今日下晡三点半，你就当下课，会当等于出去。啊，你等于出去，迄本册你爱读，啊，你读了感觉有一个心得，啊，你可以来参加下下礼拜的高级班。同时，今天下午呢，差不多两点外的时候，你会当看到咱的黑熊部队啊，底下去操练。啊，黑熊部队呢，不是要提武器，无提武器。黑熊部队呢，是属于啊做监督啊、督察，派去伫所谓警察单位做头。啊，但是呢，要做警察单位的头，咱把咱弄训练四年，甚至六年、八年。啊，咱哦短短的时间，干那几节课，啊，就要讲充当四年、八年，这实讲吼，有一点过分啦吼。啊，但是不要紧，那我是家己甲美国讲吼，啊，我们的素质比较高，所以咱啊训练几点钟够就会使嘞。所以啊，下晡吼，恁咧会当恁咧上课吼，啊，恁下课时阵，恁当去看外口咧操练，好啊，然后大家拢很认真地做啊。啊，今日呢，我的时间要到这个所在为止。啊，希望伫高级班的时阵会当看到各位，这是最后的900名的机会。啊，希望讲咱大家人吼会当来共同加入台湾民政府，做台湾未来这个国家的创始人、先行者。各位，多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